他们可能比较危及到他们住的安全，嗯，就是那个上游的那些淤积的那些沙石冲刷下来的话，可能对他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，他们永远都很大雨来，他们连自己的家也没办法住，连路也都不能通，然后的蔬菜的运输都是生活都是那个困境。请他们完，就希望他们出来解释这件事情。嗯，而且他们从那个109年就已经有做一些规划，是都没有跟我们这些居民还是我们当地部落，就是讲这些事情，完全没有。嗯，对，他是说116年12月31日，那是第二阶段有一个完工，对，还有一个第二阶段的。我们能够等到116年，对，这个才是问题，对，嗯，对，这个才是问题。所以我们你们不想，我们真的有时候想想，我们这个年纪已经过半百了，我们到平地。洗碗工没人要用我们啦。自己的安全很重要，你们的安全不顾了什么，以后没有乡亲可以顾了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完美，但是至少我把中央的跨部会的人全部请来，好不好？相关单位全部请来，然后我们请他跟大家说明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啊，监督权，我至少把正义跟监督权我做好了，嗯，啊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清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不然都是你们大家都在猜，谢谢，真的是，我知道这种很难受。很害怕，因为那一天同时就听到婉婷在哭啊，就说没有疼什么的。啊，哭好久，真的蛮难过的。我也觉得我自己也很难过。谢谢，安全要顾好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是另外，另外已经讲了。我们能做的，我尽量做。猜猜都没有了。